在在去医院的路上。昨天我和内内我们两个同时都有咳嗽，就是喉咙疼，然后今天他咳嗽的更严重了，所以我们要去带他看一下。现在他已经睡着了，然后顺便八个月体检还没有做，一起去检查一下。我现在也是就是嗓子有点哑，而且就是特别痒，经常想咳嗽。也希望年年小朋友赶快康复起来。他现在在车上已经安静的睡着了呀。你醒了，妮妮。懵了，好不好？去爱家玩好不好？爱家有个小哥哥在这里玩，好不好？你这么晚上就要给他捂热的房，因为我看到他不积极了。哦，他就状态不好。小孩子，你只要他状态不好，他就肯定有点不舒服。毛病。对对对，他肯定有点不舒服，不然的话。嗯，确实手有点热。现在可以脱的。妈妈带的挺好的。好，不用太着急，好，杯子都是空的。好，嗯，好，下坐一下都可以。哎呦，我小心啊，我小心。8.95，不对，应该是8.7。好的，看看这。哪里是？不到七十。哎，对，69.9。妹妹。不收了。跟爷爷 say hello。啊。咳嗽。昨天。啊。啊，清热鼻涕哈。对。然后他昨天晚上是经常给自己咳醒。对呀。哎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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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草莓。哎，昨天咳的还不是这样的声音，没有痰就能咳的，今天咳的就有点痰的感觉。变了。嗯，在哪，宝宝？跟阿姨玩一下吧。阿姨玩一下。哎，看一下宝宝有感好吗？什么阿姨咬一下啊？哎呦，大孙真勇敢，哎呀！对哦，宝宝真勇敢，大宝贝。哦，我们吃的好吃的，吃的好吃的。嗯嗯，乖我们啊。好了，手机都压一会儿啊。哎，就这样再出去。完了，看到我大。你瞅瞅你，你去拿虾子。哎，吃扶手去了。又看着手了，那胶布。这个是一天两次，嗯，是2.5毫升，嗯，也是两瓶，嗯。这个是一天三次，饭后吃哈、这个是早晚。这个呢，体温38.5度以上吃哈，4到6小时一次，一天最多吃4次。哦，好好。哎呀，小手好热呀。那要不现在有点要往上长肚子。大骗子，那个，一群大骗子。妹妹，脸都红了的感觉，是不是？
小朋友终于被我哄睡成功了。现在已经是下午4:10了，我们刚从家里出来准备去健身。刚才把内内哄睡之后，因为家里没人看他，所以只能再陪他在家玩一个一会儿，然后我妈回来了，我们两个才出来。有了孩子真的是变得越来越不自由。要在健身之前吃一个增肥餐是吗？因为太饿了。反正我是不吃。不吃你在干嘛？让你试试。有毒吗薯条？有毒。本来没毒，吃下去就是毒。问你一个问题，以后你会同意内内吃快餐吗？偶尔也会吃吧。要吃上瘾了怎么办？好吃的东西，让他放弃吃垃圾食品。其实让他吃没关系，因为他肯定是随我的，不会长胖，该吃就吃吧。你要脸吗？看这些薯条被某位声称不吃的人吃光了。那我没蘸番茄酱啊。就剩下3根，赶紧吃，不吃一根都没有了。不蘸番茄酱不会吃胖、哦。放屁。走吧，吃完垃圾餐我们去把它消耗掉。
天也挺蓝的。那我们到这边是想去大疆的一个展示店去看。找到了，就在这边。感觉应该整修一下门脸。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灵眸 Osmo 口袋云南相机。咦，真的蛮小的。然后这个滚轮。脸部追踪。这场面是吗？傻了。内内的视角在看什么？